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nd 的 DJ 林德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慧敏。大家好，我是严江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发财童颜美欣。第十八年，第十五年了，第十三年了，十八年。哪一年马力全开向前冲？马年应该是马那一年都没记错啊，马年。哎呦，真的、啊！哇，呦，我们坐在马路拍的吗？烧到屁股都焦啊！应该五种，五个颜色，喺我头顶就有五个啦，五个颜色啊！有五种颜色。他哋揀錯房啦！呢度有好多啲吉祥物喺佢面前咧。我原來都沒有答。原来呀，这就是明明那个是阿妹的歌来的，这个歌词不在我们的新年歌里面。天哪，过去十四年我唱了多少首新年歌，我怎么记得这一句歌词是从哪里来的？恭喜恭喜你过个大圣年，大圣年那个猴年。我以为你还会答对这题，我就答对了。原来呀，这就是力量。快乐倒数大团圆这张专辑的嘛，那里面的主题曲呢就是大团圆，大团圆，不管距离有多远。2008年开始有第一首新年歌，歌名叫《大团圆》。2008年鼠年大团圆，大日子一个好开始。大团圆，大团圆，不管距离有多远。团圆是吧？原来不是大日子啊！我十二年前的第一张专辑，我都记得这样清楚。姐姐是给我掌声。Yes。红红灯笼挂在门前，随风摇。喜欢有博物馆。天天好天，我没拍过博物馆哦，不记得。不知道哎，真的没有印象，有博物馆吗？应该是狗年吧。是，它就是一个博物馆概念，就是每个人不同进去，进到不同的相框，不同家里的一些状况。我以为是太平博物馆呢、啊，哦，是马六甲博物馆，哦，是写着博物馆吧，是吗？有名字的吗？记得纪年就只有一只小鸡啊，而且那只鸡的脸是歪了的。五只小鸡的名字我不记得，放弃，我已经忘记那五只小鸡叫什么名字。我一望住佢，我都唔记得啦。这个还要讲咩？当然是那个举起手，唱啦啦啦啦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用超过10000人在 MV 里面出现，这个是太夸张了。开心乐隆隆，因为我们全马13个州属都有在跑，50几60个，70个，80个。举起手，唱啦啦啦啦，乐隆隆。举起手，唱啦啦啦啦，每晚又来开心过年。阴我嘅，你一齐阴我噶，我以为系讲话即系 Astro 艺员有几多个。有哪一首不会哦？你给个前奏，我2秒我就唱给你听了。里面有十几首歌，你为什么不选？就偏偏要选到这首？我听了那个歌词，我都不懂是什么歌，我怎样唱呢？喂，你给个前奏，我2秒我就唱给你听了。恭喜恭喜你，说个太平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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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来庆祝，来祝福，我们思念来倾诉，一年又一年，我们都满足。家中的朋友，为家人付出，我们真的值得庆祝。大日子，然后我哼了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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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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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人人有转机，说一声恭喜恭喜你，用力的转呀好运气，做一个笑容满面的自己，今年人人有转机。你祝我安康，心连心心心，希望我们的疫情呢可以啊 under control 啊，控制下来，然后大家可以过回以前的生活。如果经济可以慢慢的、缓缓的再上去呢，那就更好了。最重要，大家身体健康。这一年，我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所有的病毒，健健康康最重要。希望今年一切的是非动荡都能过去，每个人都身强体健，百毒不侵。明天是牛年，可是大家脾气就要改掉，不要这么牛。可是我们的这个意志力就要牛一点，因为我们可能有更多难关要一起度过的。大家加油！